耶、首次出生。总之我今天就要试试看用正面的视角来开车。 OK，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总之我们就用第一人称哦来拍。对，等一下，我现在左右分不清楚。慌张要怎么走了？我就拉自己跑，这样子有什么路障，他会先撞到再跑。但是我这个在控制他这样。有没有？大家怎么跑啊？哎，我这还能领先呢，等一下。这张应该最简单一点点。妈，算了，我还不知道，好像有吗？应该没有，我相信没有。好，对，没有。妈，这只好像有可能挡这个，还是我掌握到他的诀窍了？啊，我已经掌握到他的诀窍了。好，没事，我错了，我说了，我知道怎么转弯呐。好，这种地图我要怎么完成啊？现在到底的意思是什么？哦，好，好，所以，大家没事不要当子女，好不好？